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冰，今天喊一首历史课带给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说天道地论古今，卖子也需要创新，穿过中原到大漠，我们今天上堂历史课。三国貂蝉和吕布，历史舞台大人物，吕布为他着了魔，勾结王允杀董卓，杀完董卓屠袁术，胯下战马叫赤兔，杀敌斩将已无数，三英无法挡他路。几位关羽、张飞和刘备，三人称兄又倒立，铸就桃园三结义。刘备又叫刘玄德，誓死要把江山夺，赵云也为他辅佐，三顾茅庐请诸葛。说完三国讲水浒，山东梁山雷战鼓，农民起义抢国土，拼命要为民做主。梁山纵江是大王，人称叫一黑三郎，策略指挥能力强，武术不是他擅长。二哥名字叫武松，练就一身好武功，人送外号叫行者，愿为兄弟把命舍。梁山好汉战方众敌我寡不惧怕，金丝都变成白发，他的美名传天下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拍在沙滩上，梁山一百单八将，我来把他们歪唱。陆云龙、孙光胜，买个手机叫 iPhone， 小李广是花荣，弹弓比赛他称雄。母夜叉孙二娘，就爱欺负喜羊羊。金面兽是杨志，顿顿燕窝和鱼翅。花和尚鲁智深，带着练武开大奔。年年罗阮小七，成天成酒打飞机。小旋风是柴进，是孔亮，爱吃大葱蘸大酱。矮脚虎是王英，男的居然蓝月精。孤天雕是李应，身上八十多种病，而且全都是恶性，随时都能要他命。神火将魏定国，为了金钱眼前罗。跳涧虎是陈达，走私走品抽大麻。九尾龟陶宗旺，身宽体阔非常胖，随时随地把屁放，一浪高过另一浪。以上全都是历史，竖起你的大拇指，只要大家能喜欢，每天我都写一篇。昨天明明受了伤，了解主播不好当，谁都不要再嚣张，再来惹我就开枪。昨天梦中丢了魂，带上铁锹去挖坟，挖到牛鬼和蛇神，跪下叫我冰大人。谁要再敢欺负他，他就宰只再回家。谁再公平把花刷，我们助谁把财发。哎，喊不动了，喜欢的帮冰冰转发一下，谢谢。